好，那本期的一个绘本上新实用视频呢，将带来的是一款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Vintage 立体动物绘本。那这一款绘本呢，是以镜头前的这种迷彩画的形式呢，向大家非常真实的展现一些沙漠中的动物以及昆虫们。它的每个页面呢，展开之后都会有这样的一幅立体的场景呢弹跳出来。它的一个发行年份呢是1993年。它目前的一个状态呢是处于一个 very good 的状态，默认呢会有一点使用痕迹，但是呢大家透过镜头呢是不难发现，就是一点使用痕迹呢对正常的使用欣赏拍照拍视频呢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这一款绘本呢虽说是拿来给小朋友们作为一个科普绘本的，但是我个人大人呢也很喜欢这种类型，因为其中的小动物呢实在是被刻画的太可爱了，即使是这种爬行动物也是萌萌哒感觉。这边呢是一只沙狐。好啦，那本期的一个绘本上新实物视频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哦。